九哥，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看过那个出境事务所一个客家剧，它已经播完了，然后总共有20集。那出境事务所它讲的主要是一个在大家面对离别的时候的一首歌，就是想要你必须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好好的，然后跟另外一个世界的他们有一个连结，然后你每天都会想到他，那他也希望看到你都过得好好的。这首歌，这出剧跟这首歌让我知道了珍惜这件事情，所以其实最近身边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我都会很紧张，就是会不会哪一天他就离开了？这样讲好像不太好，但是我觉得必须要知道的是，要现在珍惜现在的每一刻、每一分、每一秒。这首歌叫做《放心去旅行》。
谢谢，这首歌是《放心去旅行》。好，再来，我要唱一首歌，不过又要再等我一下，我要再调个音。